感謝天父啊！我咧自己嗱，我分享不同嘅背景啦。咁其實我信主喺傳統嘅教會嘅，咁我就但我一初信主咧，我就覺得哇，我係證明有神讓我信主嘅，所以我研究好多關於證明有神，我就哇，原來真係有神，我就好非常之興奮。我嗰時我朝朝起身啦，哇，有神噶咁啊，即係起身即係咁啊。咁咧後嚟之後咧。5年之後咧，又經歷聖靈充滿。喺有一次安卡羅嚟到香港嘅時候咧，咁啊為按手祈祷咧，即使好似電流咁入嚟，好大嘅愛啊，好強烈嘅愛，係隻好非常之震撼性嘅。咁咧就即係呢個愛咧，係令我好大嘅改。即係點咧？就係話咧，原來神嗰種愛係咁真實同埋可經歷嘅。天堂咧係咁充滿愛，神係咁充滿愛嘅。咁咧，我嗰時我日起身，哇！聖靈可以臨在我哋身上咁強烈嘅，可以經歷神嘅愛嘅。咁而嗰時，咁我非常之大膽嘅。嗰時我記得，因為我其實我有兩個釋經神學嘅碩士學位嘅，我係好着重釋經嘅。大家上網咧揾葉牧師，你發覺我每一個主題我一定用聖經去查考。我經歷聖靈亦都係用聖經去查考，到底係乜嘢一回事咧？咁亦都我有時參加啲聚會，我話。佢嘅做法係咪聖經有講？我一定會查下，即係每一樣我做嘅咧，我都係跟從聖經所講嘅。咁咧就其實聖經係非常之好嘅。咁我經歷聖年之後咧，咁我就嗰陣時其實喺神學院教緊嘅喎，我係教嗰啲係嗰啲課程咧係即係嗰啲人讀完咧係可以做牧師嘅。咁咧就但係我就好簡單啊，好單純，就喺個上堂咧就為嗰啲人按手祈禱。咁啊，當然有啲人就即係舉報啦嚇，咁啊，所以有反對嘅聲音，咁啊就，但係咧，神係為我開路嘅，神為我開路咧，就結果其實我嘅侍奉咧更加大啊，咁我就亦都好放膽喺我教堂咧，個個都經歷過我同佢按手祈禱，係好多經歷，有醫治啊、釋放啊、感動啊，即係好多嘅，即係呢個咧就係神嘅工作，同埋都去宣教。咁我哋就開始一個叫復興宣教事工，就係因為我主要咧係呼召係宣教同埋訓練同埋興起人侍奉神。咁我去宣教都係噶，我宣教主要咧就係訓練教牧或者係領袖侍奉神。咁當然一樣會有平信徒啦，但係我主要對象係教牧嘅，係希望佢哋嘅生命提升，點樣帶住能力同埋咧用聖經所教導嘅方法去即係侍奉。可以帶住能力嘅咁樣，咁呢個就係我喺即係神俾我呢個呼召，咁我感謝神啦，神為我開路啦，咁我去過15個國家去侍奉嘅，咁我呢個福音宣教事工其實一個好細嘅機構嚟嘅啫，支持嘅唔係好多，但係我感謝主啊，支持嘅數目咧可以令到我哋去做咁多嘅侍奉咧，都係一個禮物，咁咧就係希望大家都有呢個心啊，因為耶穌快要翻嚟，其中有一個好強烈嘅。好睇到，因為而家天氣改變啦，同埋隨時國家可以打仗，所以我覺得世界係末期係好快到，係快到你想象唔到嘅。忽然間有一日，哇！忽然間開始打世界大戰都未定喎，忽然間哇！啲好強烈嘅戰爭出現都可以嘅。咁所以希望大家咧都關心世界發生嘅事，同埋關心你可以點俾神用啊，先係緊要。千祈唔好話哇！我唉都年紀唔細㗎啦，唔得㗎啦咁。如果你講年紀唔細咧，可能我望一望咧，可能我係年紀最大嗰個嚟喎。但係我唔想停止侍奉，我係想一路侍奉到最後嘅。好，咁我哋今日所講嘅主題咧，我就係講到點樣帶嚟心靈同埋身體嘅醫治啊。嗱，呢兩樣係孖公仔嚟嘅。如果你心靈唔得醫治，你身體好難得醫治嘅。只要你嘅心靈係受煩咧，你係好難能夠身體健康嘅。咁咧，你身體唔健康，唔處理好咧，亦都你嘅情緒又會受影響嘅。咁其實咧，就算身體有病，都可以情緒健康嘅。咁呢個咧係其實好重要，所以首先係心靈同神嘅關係。嗱，呢個圖咧，大家睇到咧，對唔住啊，我去得太快。咁咧，左邊咧就係喺亞蘇薩街嗰度咧，就係呢個喺美國羅省復興1906年嗰陣時咧，就有個牧師嗰度咧就舉辦聚會啊！咁呢個其中一個人咧，就係當時咧，佢係肺病咧，佢被醫治嘅。咁啊，都好多好多不同嘅醫治。咁呢個右手邊咧，呢個咧就係我為佢祈禱咧，佢嘅癌症得醫治嘅。
即時得醫治的一個見證，即是神是可以做好偉大的工作的。咁首先咧，系耶稣应承我哋可以有神迹同埋医治，系耶稣应承嘅。喺马可福音16:15嗰度讲到，佢话你哋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，即系呢个系传福音嘅时段啊。由耶稣嚟到之后，一路到世嘅末期，我哋都传福音噶嘛。咁又喺个时候咧，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啦。咁咧，信嘅人都有神迹，咁所以喺呢个整个新约时代啦，有啲人就话而家冇噶，但系。其實呢度耶穌冇話到冇喎，佢係話一路傳福音到末世都有嘅。並且譬如大家如果熟悉喺哥林多前書12講到呢啲熟練恩賜，有醫病啊、先知性嘅恩賜啊、見異象啊、作異夢啊，呢啲嘅恩賜咧，其實咧都係冇講到會停止嘅。咁所以其實咧，呢啲所有嘅熟練恩賜都可以繼續，並且你哋都可以有嘅啦。有啲人就以為淨係牧師傳道有啊。咁我哋咧喺我哋嘅聚會咧訓練咧啲人咧，佢哋次次都為人互相按手祈禱嘅，操練慣咗啊！咁佢哋有出去咧為人祈禱咧，嗰啲人都經歷聖靈嘅喎，係可以經歷嘅。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咧都相信你係可以。嗱，我自己我開始經歷聖靈咧，為人祈禱，佢哋經歷聖靈之後咧，對我侍奉係好大嘅提升。有啲人咧就係佢經歷到神嘅醫治改變之後咧，咁我就同佢講啊。你睇下神幾大工作啦，咁佢哋又為人祈禱，又有神嘅工作，咁我話你想唔想俾神用啊？咁有啲人就係咁樣就進入侍奉裏面咯。咁我喺我初期經歷聖靈嗰個教會咧，興起咗10傳道人同埋宣教士喎，就係哇佢哋經歷聖靈就好想去侍奉神啦。咁喺我哋中間亦都好多人咧係成日都喺度不斷傳福音啊，俾神去使用嘅。咁有咩神跡咧？就奉耶穌名趕鬼啊！咁以前我從嚟未試過，但係經歷聖靈之後咧，第一樣其中經歷咧就係有人有邪靈，要趕邪靈啦，說新方言啦，手能拿蛇，若看到什麼毒物，也必不受害。呢個應該係指到喺受逼迫嘅時候啊，譬如有人抌你落蛇坑啦，都可以唔受損害啊，或者有獅子走過嚟咬你啊，奉耶穌名，你又唔使好憤怒啊，好柔和地望住個獅子，奉耶穌名啦，你坐低咁啊，咁啊。咁如果佢唔坐低，佢咬你咁咬死咗，咪上天堂啦，冇所謂。咁你臨死都係好平安嘅，即係大聲宣告耶穌係得勝嘅咁啊。咁然後咧，審問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嗱，咁我就問一個問題：邊啲人可以按手咧？嗱，好多人就以為哇，要真係咧要牧師傳道先得。嗱，亦都有好多群體咧，佢哋係反對平信徒按手嘅。咁我亦都聽過牧師講。哇！佢哋按手一間傳遞邪靈，咁啊仲大件事，麻煩啦咁啊！咁我嘅回應咧就係咁啦。第一，耶穌俾我權柄踐踏蛇同蝎子，勝過仇敵一切嘅能力。如果我哋聽神話，同神有密切關係處理生命嘅時候，邪靈係冇入口嘅，即係唔係好似哇邪靈好似隨時嚟嘅？有啲人咧成日都話哇邪靈隨時嚟嘅，咁啊點解會咁樣樣咧？耶穌話俾我聽，我哋得勝噶嘛，所以咧我係唔覺得。有啲人成日都咁講，哎呀，今朝發燒係咪又邪靈攻擊啦？哇，有攻擊啦，即係成日都話攻擊嘅。咁我就覺得咧，點解佢咁誇大魔鬼嘅作為咧？我哋應該係講神嘅作為，唔使驚啊！嗱，有啲人同我講，你成日講邪靈，同埋你成日去宣教咧，邪靈會攻擊你。我聽到我真係覺得好驚訝。耶穌話咩？你去傳福音咧，我就常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界末了啊！並且有人服侍我咧，我父必尊重他，我和我父一定跟他一起，所以沒有理由你說越侍奉神，有些人說你越侍奉魔鬼就越想攻擊你，他想攻擊是，不過他沒有權命攻擊，除非你犯罪，所以你沒有破口是不需要擔心的。好了，然後就可以奉耶穌名按手，所以其實個基督徒都是按手，不過你先處理好生命，即如果你生命未處理好，你就不要跟人按手。但你處理情緒啊，你上網揾葉牧師好多講到處理情緒俾人影響啊，負面思想啊，所有唔好嘅嘢都可以處理嘅，靠住耶穌可以處理到嘅，任何嘅罪都可以處理到。你一有罪，知道罪一定有破壞性，即刻處理。咁有啲人話好難喎，你就係深信我聽神話就越祝福，越犯罪就越唔好。咁所以我就選擇聽神話，其實係唔係難若登天嘅？咁咧就喺我網上都有講到點樣處理罪嘅，咁咧然後咧神蹟嘅目的係咩咧？係證實所傳嘅道啊！神蹟唔係最終目的，最終目的係傳道同埋啲人改變。嗱好啦，點解咁多人有病咧？
另一個原因就係好多負面思想，哎呀好慘啊，哎呀人啲人唔中意我啊，哎呀冇人中意我啊，我好慘噶咁啊。其中就係疏遠神啊啦，疏遠神有啲人話我個禮拜都翻教堂，我點會疏遠神咧？嗱，疏遠神咧唔係淨係禮拜日嘅，係平日啊，時時都愛神感謝神啊。有啲人咧就係祈禱咧就諗住一日一次，其實咧你諗住親近神咧係可以一日24小時嘅。當你醒嘅時候，成日都諗住耶穌真好，你喜悅神已經係親近神喎。同埋你親近神多咧，你會感受到神嘅同在噶，佢嘅平安、喜樂、力量係會嚟到你身上，你會感受到神嘅同在。你一愛神，你越投入，你就越經歷到。一間我會示範一下點樣去經歷聖靈啊！即係你越親近神，你就越得力，你就越開心，越冇煩惱，所以係得益嘅。我哋親近神係得益處嘅。咁另外好多人咧就係犯罪，佢話我求主赦免咪得咯。但耶穌話咩咧？唔好犯罪，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。犯罪你求主赦免之後都有後遺症噶，都會咧有傷害嘅，都會影響人際關係。嗱，你嬲人，就算你冇鬧佢啊，你個心嬲佢咧，都影響你嘅內心失去平安喜樂嘅。咁另外咧就係你個心有負面思想，都影響自己喎。其實所有罪影響個人自己，影響同人關係，影響神同神的關係，同埋神的喜悅，同埋神的祝福喎。咁所以咧，任何罪，好似大衛犯咗罪，神赦免佢啊，佢悔改，但係咧，佢帶嚟嘅禍患咧，喺屋企咧，喺佢家咧，係刀劍不離開佢嘅家，係好淒涼噶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話神啊，你幫助我哋知道犯罪係唔好嘅，任何嘅小罪啊，的咁多小罪，有啲唔中意嗰個人，即刻處理。咁咧，同埋咧，我哋任何罪都係俾魔鬼留地步嘅，都係俾魔鬼攻擊嘅。求主幫助我哋咧，就係話我哋任何嘅罪、任何負面思想都唔好俾魔鬼留地步。嗱，有時有啲人怨恨人啦，哎呀，我屋企人對我唔好啊，邊個人對我唔好啊？呢啲咧，我哋所有都需要處理嘅，所有都需要處理就係話咧，人唔好係佢嘅問題喎。嗱，記曬呢樣嘢，人唔好佢問題，我嬲佢咧就成為我嘅問題喎。佢嘅問題點解要成為我嘅問題咧？我哋一定遇到唔好嘅人，大家呢度有冇人係冇遇到唔好嘅人嘅？有冇？即係你周圍個個都好到不得了嘅，好似天使一樣嘅，有冇咧？係冇噶嘛？咁嗰啲人咁多問題，咁全部孭曬上身咧？咁我嬲佢，我越嬲佢，我就越唔好，係咪啊？所以我係選擇有人嘅問題，我即刻分辨到係佢嘅問題，我就放手，我就祝福佢喎。我唔係定佢死罪，我只係祝福佢。我知道佢係咁，我就唔放在心上啊。唔緊要，係佢嘅問題，我唔使激氣嘅，咁我哋就冇呢個破口啊。咁亦都好多人啊會論斷人啦，啊呢個人好衰啊，呢個人咩唔好啊，哎呀呢啲咩問題啊？其實因為論斷嗰係神啊，神可以判斷人，但係我哋冇權啊，我哋唔需要。我哋分辨喎，嗱分辨同埋論斷有咩分別咧？分辨只係我知道佢係咁嘅人，我會預防佢。我會亦都諗下點樣方法幫佢，但係論斷咧就係定佢死罪啊！即係呢個人係冇盼望嘅，呢個人係唔得嘅，唔好嘅。嗱，呢個就係論斷啦，定人嘅罪。我哋係分辨到，即係我哋係應該分辨嘅喎。即係嗰人明明成日害人，咁你冇理由信任佢，將你所有嘢交俾佢噶嘛？係咪？呢個人明明係唔好嘅，你唔會信任佢。同埋呢個人成日都鬧人嘅，你唔會信任佢講啲好嘅説話噶嘛？我哋就知道佢係會講唔好嘅説話，所以我哋就唔放在心上啦。咁而聖經講得好好啊，箴言17:22，喜樂嘅心乃良藥，憂傷嘅靈使骨枯乾。嗱，我哋嘅神係一個喜樂嘅神，係一個醫治嘅神。當你喜樂咧，神咧已經喺你身體裏面做咗一啲工作咧，就令到我哋咧有呢啲咧健康嘅荷爾蒙啊。啊，譬如其中叫做 dopamine， 有不同嘅健康荷爾蒙。你一開心咧，輕鬆咧，嗱，你會覺得舒服嘅喎。你試下諗下。諗下耶穌放鬆人，深呼吸，啊，嚟到人即刻舒服嘅喎。咁呢個咧就係你身體會分泌荷爾蒙，同埋咧你嘅身體嘅運作，啲血液啊、神經線啊係全部自由運行，咁你就健康噶啦。但係咧，如果你成日都煩惱咧、掹掹整整咧，我哋身體亦都會有啲打仗嘅荷爾蒙喎。嗰啲打仗荷爾蒙係做乜嘢咧？譬如有老虎嚟咁，即係要走啦；有賊佬嚟，你要走，一係打佢啦，即係你是那一樣啦。你係會即刻咧要防範啦，身體係會有呢啲嘅。呢個係
係保護我哋嘅。如果你冇呢個能力咧，我見到賊佬嚟又係咁樣企喺度唔喐咁樣，係唔得噶嘛，係咪？我哋有呢個防衞機制，但係好多人就點咧？賊佬嚟咗走咗啦，咁仲喺度成日驚喎，日日驚，並且年年都驚喎，死啦！唔知幾時又有賊佬嚟喎，咁咧日日都驚咧，咁就變咗日日都喺度打仗，日日打仗嗰啲精力去曬打仗咧，你嘅身體就唔好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嘅神係一個醫治嘅神，我哋深信喺神嘅恩典之下，佢係醫治我噶。我一喜樂依靠神，我亦都可以因為神而喜樂。我做咩啱嘅，神都歡喜喎。就算一杯涼水俾一個小子，都不能不得賞賜。所以討神喜悅係唔難嘅。你一聽神話，神就歡喜噶啦。即係耶穌呢句説話係特別有呢個意思喺度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可以開心啦。我有讚美神，神就歡喜啦。你會唔會咁樣嗱？好多人讚美神，佢又話：哎呀，我祈禱都唔係好投入嘅咁。佢咧就批判自己喎。其實你只要你向住神，你話神啊，你幫我更加愛你咧，神就歡喜噶啦，神就中意喎。原來神唔係等你完美先中意喎，神係一個容易討佢喜悅嘅神嚟嘅。你一親近佢就親近你噶，你一常喺佢裏面佢就常喺你裏面，佢唔會嫌棄你嘅。咁咧我哋就多結果子。咁所以咧我哋諗到神就歡喜快樂啦。咁咧而憂傷嘅靈使骨枯乾，如果你成日都擔心啦，好多人都話。哎呀，咁多問題點解唔擔心啊？所以耶穌講句説話，嗱，耶穌教我哋唔好擔心啦，都係用恩典嘅。你睇下啲百合花同啲麻雀，神咪照顧佢係咪？所以佢哋都唔使擔心啊，我哋都唔使擔心啦。何況我哋係神嘅仔女啊！並且耶穌話咩咧？我哋唔能夠用思慮啊，使壽數多加一刻啊！即係你，哎呀死啦死啦，我病啦死啦，點算啦點？你唔會因為你思慮咧，你就長命啲嘅喎。越思慮越短命，同埋活得苦啊！有啲人咧嗱好長命喎，不過佢有三十年係瞓喺牀嘅。你想唔想咁做人啊？哇，咁啊好慘啊，係咪啊？如果你三十年都係哎呀好痛啊好痛啊，哇好淒涼喎！咁樣做人係咪？我哋越輕鬆喜樂就越開心，越唔俾人影響越開心。咁所以我明白原來憂傷嘅靈咧使骨枯乾嗱，呢度咧講到全身體啊，係冇一樣嘢係唔受你情緒影響嘅。當你不開心，第一即刻個胃不舒服，即刻不開胃，即刻咧就容易出冷汗啊，又驚啊，又個腦咧運作又遲鈍啊，啲皮膚咧啲人煩惱多咧又冇彈性嘅喎，又容易變黑嘅喎，又咧即係咧係成個人都好咧，你見到佢咧係冇朝氣嘅，係冇亮光嘅，即係你見到佢咧好灰暗嘅，頭耷耷，眼濕濕。咧成日都係唔開心嘅狀況嘅，但係一個人咧喜樂咧，其實日日都可以開心嘅，就算有病都可以喺病中倚靠神平安喜樂。咁咧，同埋咧，亦都知道咧，原來邪靈可以帶嚟病嘅喎。聖經有講到咧，聾啞嘅鬼啦、癲癇嘅病啦，咁啊斥責呢個鬼咧，鬼就出嚟，病就痊癒。但係唔係所有病都係邪靈嘅，但係其實有啲人咧就乜嘢病都係趕邪靈。趕邪靈未必解決嗰個問題。如果你真係有邪靈咁，要趕邪靈啦。咁如果唔係嘅時候咧，就唔係一定趕邪靈嘅。不過俾魔鬼留地步，佢係可以繼續入侵。即係話你長期唔開心，長期個心裏面咧負面嘅時候咧，係可以俾魔鬼留地步。佢係可以喺你嘅身體裏面咧影響你嘅身體，令到你嘅身體唔健康，令到你嘅思想唔健康，思想混亂。嗱，有啲人話我祈禱又唔能夠集中。我咧成日咧諗埋啲唔好嘢，成日有聲音唔好嗱，呢啲就係俾邪靈影響啦。但係我哋又唔好諗乜嘢都係邪靈喎，即係有啲人就話：哎呀，今朝發燒係咪邪靈咧？咁即係唔使成日驚邪靈，反而我哋話我哋自己照顧好身體啦，我哋又平穩安靜啦，咁你個人咧自然個人就會更加健康、更加有力量嘅。咁同埋咧，人都要運動噶啦。聖經有句説話啦。傳道書五章十二節，勞碌嘅人咧，不拘吃多吃少，都睡得香甜喎。嗱，其實以前咧喺香港啲人咧瞓覺嘅問題冇而家咁多嘅，因為嗰陣時啲人好多人做勞力啊。但係而家啲人咧就有錢啊多啦，又享受啊，又成日睇手機啊。咁咧其實夜晚黑咧越睇得多手機啊，越睇電視睇得多啊，咁咧越係咁咧，佢越難瞓覺嘅。咁咧。但係啲人咧有運動同埋陽光係好好嘅禮物嚟嘅，神做一切都係美好，神做所有嘢都係美好嘅。其實好多我哋嘅食物咧係人經過做嗰啲咧就加啲唔好嘅嘢，所以你越食自然嘅越好嘅，即係話
生果啊、菜啊、瓜啊、自然嘅魚啊、肉啊，咁呢啲咧係健康嘅。但係好多時人整過啊、製過啊，乜嘢製過咧都可能加咗啲添加劑，未必係好嘅。咁而我哋有運動咧，個人咧就會健康啲嘅，就會咧個人亦都輕鬆，日日都日日都話唔緊要嘅，唔死得嘅。嗱，嗰啲問題死唔死得咧？其實不死的，不過他成日擔心咧，係會令到他早啲死喎。係擔心令到他早啲死，唔係佢嘅病啊，係佢擔心。所以咧，我哋就話神啊，幫我啦，唔好諗得咁多負面嘅嘢，諗多啲正面嘅嘢嚇。成日諗正面嗱，好簡單，正面係咩咧？神嘅恩典同埋人對你好嘅地方。嗱，嗰啲唔好人都有對你好嘅喎，即係有時屋企人鬧你啦，不過佢都有煮飯啦，佢都有個屋俾你一齊住啦，都有好嘅地方啊。你諗佢好地方咧，你都開心啲啊。但係你成日諗佢啲唔好嘅地方咧，咁你成日都唔開心。其實有時人好嘅地方咧都幾多嘅，不過佢有一啲唔好咧，我哋成日記掛嗰啲唔好。我哋咧其實有時有啲人咧，佢本身都處理唔到情緒，所以佢好容易掹整怒躁。但他未必是想害我們的，但我們就覺得他害我們，所以就心裡面就會有憤恨了。我們就學習正面思想，負面的事、不好的事、人的不好，不要想那麼多。就算有病，不用放在心上的，就是輕輕鬆鬆去面對。保羅都說到他有根刺在身上，不知道是什麼。耶穌答他什麼呢？我的恩典夠你用，就是總之在神裡面。就算有病唔緊要嘅，唔死得嘅，咁咧亦都健康咧，越心裏面咧平穩安靜，就越能夠有健康嘅。咁亦都喺各方面照顧身體，話唔好食垃圾食物啦，即係人做嗰啲嘢咧，盡量即係製過啲嘢，凡係處理過啲嘢就可以有問題。你自己煮最簡單，咁咧就更加健康啦。同埋情緒問題啦，同埋啲人唔運動啦，瞓覺啦，嗱你越夜瞓咧，你越嚟越難早瞓嘅。咁啊，瞓覺咧，我都講下點樣方法啊。未瞓覺之前放鬆嘅人，祈禱都係成日咁放鬆，企喺度讚美神，就好似咧將啲激氣、怒嘈、唔開心啲怒氣全部降曬落嚟。啊，嚟路呀，輕鬆祈禱，祈禱唔好咁繁忙啊。有啲人成日祈禱啊，哎呀，我要多啲錢啊，我快啲要結婚啊，生仔啊，哎呀，我要升職啊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神啊，好多樣嘢你都未做啊，咁。即係你咁樣祈禱咧，係好忙碌啊！其實相信多啲神嘅愛，神愛緊我，哈利路亞，哈哈哈哈！神愛緊我哋，照顧緊我哋，我哋可以平穩安靜。嗱，你咁樣企喺度祈禱放鬆嘅人，15分鐘到，有上床咧，唔好諗嘢喎。諗嘢係瞓覺嘅敵人，你越諗嘢，你個腦一開始諗嘢，你就瞓唔到噶啦。如果你一上床，你所有嘢你日間諗曬，同埋咧要處理嘅處理咗，就唔好再諗啦。嗰個人係咁衰啦，你諗來諗去都係咁衰噶啦，即係你冇得諗嘅。咁你知道點處理就得噶啦。咁我就唔再去諗啦。咁咧又上咗牀咧，注目喺咩咧？放鬆同埋諗住耶穌。嗱，我嗰陣時喺大學咧，嗰陣時老師教我哋一個運動，瞓喺地下度，然後咧放鬆成身肌肉，由頭到腳。全部逐樣逐樣放鬆，我做慣咗咧，大家做慣咗，你隨時都放鬆啊，企啊、行啊、坐啊，放鬆，做嘢都盡量放鬆，你個人會健康啲喎。咁你瞓覺嗰時咧，盡量放鬆，諗住耶穌，你唔使叫出嚟喎，心諗住耶穌耶穌，咁你就快瞓著覺嘅。你可以諗住就係、是、你唔使諗佢樣，就諗住對住耶穌，咁樣你就容易瞓覺。好啦，如果你瞓唔到，你又起身又再祈個禱。但好多人瞓唔到咧，就瞓喺牀度。你會發覺一樣嘢嘅，嗱我都發現一樣嘢，你瞓唔到，你喺度牀嗰度，你越瞓唔到噶，你瞓好耐都瞓唔到噶，你企喺度，企喺度嗱，你譬如你夜晚醒咗咧，你去洗手間行一行啦，企一企咧，就唔好劇烈運動啊，即係行一行去洗手間，跟住翻嚟咧容易瞓翻嘅。如果你喺個牀嗰度瞓一輪，可能瞓唔著，咁由你瞓上牀啦，瞓得著咁咪最好啦，瞓唔著你又起身又腳。就放鬆祈禱，咁又再瞓翻，又放鬆，一上床就放鬆，唔好諗任何嘢，就諗住耶穌啦。咁你會容易瞓覺嘅，瞓覺影響成個人噶。所以有啲人咧習慣一路睇夜晚係咁睇好多手機啊呢樣嗰樣，搞到佢瞓覺唔好啦。佢成個生命就喺呢度俾魔鬼偷竊、殺害、毀壞。好啦，咁啊最後講點樣得醫治啦？點樣心靈身體得醫治？點樣做法啦？第一，我哋知道就係耶穌嘅大恩啊，
我们一起读一下以赛亚书53:5，那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嗱，呢度讲到耶稣为我哋死咧，同埋受苦咧，三样益处。第一个益处，为我哋嘅过犯受害，为我哋嘅罪赦免我哋嘅罪，为我哋嘅罪孽压伤。又第二咧，因佢受嘅刑罚，我哋得平安，即系成个人可以平稳安静，因为有神照顾我哋。所以第一系赦罪，第二咧系心灵嘅平稳安静。跟住咧，第三耶稣受嘅鞭伤，我哋得了医治。耶穌受的鞭傷是非常痛苦的，是他們那些羅馬鞭是很多時候那個鞭尾帶著金屬啊，打下去是將肉都扯開的，是 很嚴重的。耶穌為我們受很大的傷痛，當我們深信他的時候，他是可以醫治，他有這個醫治的能力。你就深信，你越聽神話越愛神，越親近神，你愛神，神為你預備眼睛未曾睇見，耳朵未曾聽見，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，你的心去服侍神，神就會賜給你足夠健康，讓你可以侍奉神。你越親近神，神就越給你健康。有些人未知道我年齡，你估下我幾多歲，有些人知道了。我現在是已經73歲了，但我依然是感謝主啊，很多肌肉是，並且很奇妙的是我完全沒有老花的，那些很細的字呢我都看到了。那就其實呢，我又沒有近視又沒有遠視，多謝天父，又給我聲音很好。有些人在電話，哇你40多歲，我聲音是很好的，但是我不是40多歲。即是你越親近神，你整個人就會健康有力量，因為耶穌已經為我們受了這個鞭傷。那你就經常深信，我越听话，越听话，神就为你预备 越好的恩典。我也试过为一个婆婆祈祷，这个婆婆她的女儿就回我们教会的，那时候我经历圣灵充满，我们整个教会很多医治，很多时候都见证的。然后呢 她的女儿就跟我说，她说我妈有四样病，中风、肾衰竭、心脏病、糖尿病，哇全部都是很严重的。而她现在最严重是什么呢？就是肾衰竭。醫生就話佢咁嚴重咧，就唔好洗腎啦，因為咧佢身體太多問題啦，咁咧由得佢自然離去，咁咧就不過可能佢會好痛，因為佢啲尿毒喺身上咧會令到佢好辛苦嘅。不過咧而家有嗎啡針就可以打咧，就咁佢減輕佢痛苦啦。咁個女就話：你不如去探佢，為佢啊祈禱，睇下神醫治或者點樣啦咁樣。咁我祈禱啦，咁我就祈完禱啦，問佢喎：你覺得點啊？佢好舒服。咁我話咧，嗱呢個耶穌祝福你喎，咁你想唔想信耶穌啊？佢話唔得，我係拜咗呢個觀音幾廿年，契咗觀音幾廿年，我唔可以噶咁樣。咁我再去幾次都係咁，但係佢啲屋企人，我個個都為佢祈禱喎。我去親探人咧，全部個個都全福音，個個都祈禱，個個都經歷聖靈喎，全家個個都經歷聖靈。咁然後咧，後來咧我好忙啦，就冇再去咯。過咗半年之後，忽然間咧，嗰陣時仲係呢個傳呼機時代喎。傳呼機有佢個女話：啊，唔該你探我個媽，我媽揾你喎。我問佢點解揾我咧？佢話佢今日忽然間醒，佢話點解葉牧師今日冇嚟嘅？其實我已經半年冇嚟嘅咯，即係點解會忽然間冇嚟咧？佢即係佢其實咧，神咧拍佢後尾枕啊！即係佢諗起啦，諗起哇有葉牧師喎，祈禱好舒服喎。咁佢就忽然間咧就話：點解葉牧師今日冇嚟嘅？其實即係呢句説話真係唔係好合理嘅。咁咧，於是佢個女即刻叫我去，咁我即刻去咧，然後咧就同佢祈禱。咁我你講得點啊？佢話好舒服啊，好輕鬆啊。咁我話啊，佛有冇咁幫啊？佢話冇。咁啊，觀音有冇咁幫咧？佢話冇。咁我話咁你信真嘅，信假嘅？咁佢話我信真嘅。咁我即時咧帶佢信主。咁又問佢願唔願意受洗喎？佢又願意喎。願意拆偶像又願意拆喎，全部都願意。咁咧，然後咧。有一天他的女兒跟我說，他媽媽半夜醒了，看著天花板，由一邊看去另一邊，一路看一路笑，又 一路看。他就覺得他媽媽是，第一他大半年都沒見他笑，因為整身都病不會笑嘛，他笑啊。還有他由一邊看去另一邊，他覺得他是見到一些異象，可能見到耶穌，可能見到天堂，見到天使都未定。還有他是到臨死都沒有痛，很舒服咁樣樣喎，
佢全家咧都好，即係覺得好感恩。咁佢嘅個女咧，後來又讀神學喎。即係嗱，呢啲咧就係喺我服侍嘅時候，我常見到呢啲咁嘅事情嘅，即係神嘅工作好奇妙。我希望大家咧成日深信，我喺神嘅裏面咧，嗱，雖然佢係已經末期病得咁緊要，但係神可以減輕佢嘅痛苦啊。咁我哋就係神啊，你幫我哋輕輕鬆鬆、開開心心做人，咁啊成日都可以輕省啦。好啦。咁我嚟到神面前，第一好緊要就係認罪啦，而深信我真心悔改，神一定赦免嘅啦。神按照佢嘅應許做嘢嘅，即係好似你開燈，會唔會有一日啊燈話啊我今日唔冇心機，我冇心情，我唔開燈啦，會唔會啦？唔會嘅喎，神都唔會嘅。神係總之你真心悔改，神啊，我真係得罪你啦。你真心悔改，神一定接納，神一定赦免。咁所以咧，你可以放心嗱，所有聖經嘅應許你可以捉實喎，嗱神就中意喎。你捉實聖經佢咧，聖經叫做咩咧？叫你係有信心啊！嗱，聖經裡面記載兩個人物，耶穌讚佢有信心啊，就係佢捉實神嘅應許，知道神嘅美善。我哋成日知道神係好好嘅，體恤我哋嘅，好關心我哋嘅，好想祝福我哋嘅。我哋愛佢，佢就提升我哋生命啦。咁我哋咧就會放心信靠佢。第一就係我有咩罪，你一諗到即刻求主赦免，亦都係神啊，幫我唔好再犯呢個罪啦，唔好再嬲人啦，唔好再諗嗰啲唔好嘅嘢啦。正面多啲啦，咁同埋咧，深信神嘅美善啊！大卫咧曾经犯罪咧，神就同佢讲啊：我三样栽俾你，你要边样？佢要第三样就系咩咧？系瘟疫，因为佢话瘟疫喺神嘅手中。如果系嗰啲外邦人嚟攻打咧，嗰啲外邦人系无情噶，但系神系有情噶。嗱，就算咧我系即系就算咧系有瘟疫都好啦，佢祈求咧神就会祝福喎。咁佢真系咧就起咗个。起了個祭壇去獻祭喎，當佢獻祭之後，跟住嗰個瘟疫就停咗啦。所以咧，佢係打麻波嘅。點解打麻波？因為佢知道咧，佢到最後關頭，佢哀神咧，神係會停止個災難。嗱，就係深信神係美善嘅。嗱，呢樣嘢係非常緊要。神係美善，唔使驚嘅，聽佢話最好嘅。耶和華有恩惠，一齊讀啊！有恩惠，有憐憫，不輕易發怒，大有慈愛，係好多恩典嘅。同埋咧，神為愛佢嘅人預備咧，所預備係眼睛未曾睇見，耳朵未曾聽見，人心未曾想到。所以我愛神咧，神就將我諗都諗唔到嘅恩典俾我哋。嗱，我一生真係好多恩典嘅，每一樣都係恩典。咁呢個就係我哋愛神、遵從神、行神嘅路，神就歡喜啦。而嘗下主恩嘅滋味啊，聖經話係可以嘗喎。點嘗咧？你親近神可以嘗。所以一間同你祈禱，第一嘗下親近神嘅平安。輕省舒服，嘗下神的滋味，你愛慕神，你可以嘗到的，你就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。還有很重要，祈禱不要只是用口，不要只是用腦，是心靈誠實，整個心靈。那麼心靈包括什麼呢？魂包括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整個思想認同神是最好的，整個意志我決意跟隨神，還有我有感情，跟神有感情。有些人說怎樣跟神有感情？你想想你吃的東西你喜歡不喜歡吃啊？是神特別做給你吃的，神做很多好吃的東西，神做太陽、雨水、那些蝴蝶、雀仔都是很漂亮的。哇，神做這麼多好東西，我們身體很奇妙的，還有呢，聖靈的感動是很奇妙，天堂又很好的。所以你的跟神有感情，經常喜歡神，大家是不是喜歡神？有些人是信靠神希望可以去到天堂，我們學習喜歡神、喜悅神，喜悦神超过一切啊！咁咧呢个咧就系更加蒙福嘅。成日我由早到晚都系神啊，你真系好啊！我一谂到神就欢喜噶。但我识得有啲人话我好难赞美神，因为我生命好多问题，我觉得神对我唔好。其实唔系神对佢唔好，系佢嘅问题，佢嘅烦恼啊。同埋咧，选择谂正面嘅嘢，神嘅恩典，人嘅好嘅地方，唔好谂嗰啲唔好嘅嘢，成日谂正面。就算有唔好，唔使成日谂嘅。多啲諗神嘅祝福，同埋討神喜悅係唔難啊！呢一點咧，好多人唔相信，覺得神嘅標準好高啊！聖經話一個罪人悔改，天上為佢歡喜喎。然後咧，真心祈禱，神就祝福你咯。你愛神，神就為你預備你人生未曾想到嘅一杯涼水，咁少嘅侍奉，神都賞賜。咁所以神就話，特登耶穌就係話，你做最少我都中意，所以你就日日做為神做。咁你話咁咪做最少咪一杯涼水，成日都係做一杯涼水啦。既然我哋做一杯涼水就可以做更多，係咪啊？
神俾你幾多恩賜、幾多能力，你就做幾多，盡力去做係冇蝕底嘅。嗱，你做好多嘢係有蝕底嘅，但係你為神做咧係冇蝕底嘅。同埋咧，愛佢嘅人一定祝福啦，先求佢嘅果一定祝福。聖經應承曬喎，親近神、遵從神、侍奉神一定得福。同埋最後嗰度以賽亞書嗰度講到，以耶和華為樂，耶和華要使他成。使你成家地的高处，成为一个尊贵的人，成日以神为乐。还有耶稣来都医好伤心的人，所以你有伤心忧虑带到神面前，神会照顾我的，也都时时被圣灵充满，时时爱慕神。圣灵充满，有些人以为在聚会祈祷跌低就叫圣灵充满，这个叫经历圣灵，不是一定经历，不是一定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是要长期保持的，怎样保持呢？长期对付罪，成日深信圣经的说话，行在圣经的说话之中，有信心相信神是祝福爱他的人的，神一定想充满我们的，时时长时间用心灵爱慕神、赞美神，渴慕被圣灵充满，还有处理生命的垃圾，而按手祈祷是有帮助，圣灵的聚会有帮助，但是一定是你本人时时都睇重神，生命献给神，时时都爱慕神，随时经历圣灵。在我来讲，我一想耶稣的喜乐就涌流的，还有我即时感觉整身有能力流过，这个是你可以学习到的。还有呢，回转像小孩子以神为乐，神是欢喜的。小孩子是不是 很开心啊？你为他做些事呢，单纯的小孩子，现在有些小孩子成日即是你给他太多了，他就会要求最漂亮 的玩具、最好吃的东西，那些不够好吃他不喜欢，但是以前的小朋友不是这样，或者以单纯的小朋友，你做什么呢，他是全身反应的，是很开心很开心，他呢就你看他全身反应的。我们可不可以回转向小孩子呢，尽量想到耶稣就欢喜，哈利路亚，耶稣真好啊。因为我们的身体都表达我们的心情的，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来到表达对神的欢喜，还有敬拜祷告的时候呢，都好似小孩子咁样向神去讲说话，就系咧，神啊，你真好啊！好似小朋友，神啊，你真好，我中意你，哈哈哈！感谢耶稣，欢喜耶稣，因为神嘅美善兴奋啊！咁我最后讲一样咧，就系话咧，圣经又讲到咧，神嘅同在，人系可以身体有经历嘅。启示录一章十七节，约翰一见到耶稣就仆咗喺地下。扫罗喺四罗九章。他看到榮耀的光臨到他身上，他就也是仆在地下。其實原文不是仆倒，是跌倒，是中文翻譯仆倒，他跌倒是沒有說向前或向後的。但以書十章那裡講到，但以你看到的異象，他就渾身無力，面貌失色，毫無力氣力，面伏在地沉睡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因為神是創造我們身體的，他不只是影響我們的心靈，他影響我們的身體。所以有很多人祈禱，你會發覺會搖動的，你越投入，不是你自己搖自己，你越投入，如果我放鬆我自己一想耶穌，那個力量就越大。如果大家留意這件事，是都可以幫你留意到聖靈的臨在，你越投入，你會發覺身體搖動，這個是其中一個方法，留意到聖靈的臨在，還有你覺得舒服、輕鬆，這個都是聖靈的臨在。在這個時候，我就想邀請大家站下來，一起一堆，不是一個圈，一堆站在那裡，一起呢，我們愛慕神一段時間先，愛慕神一段時間，呢然後呢讓神的同在加強在你身上，呢是歡喜神，帶著一個歡喜心，大家可以出來的，出來歡喜神，然後我們最後先為你按手祈禱，但是呢集體一起祈禱都很有力量的，站前一點，慢一點，站慢一點，近一點，哦Hallelujah, oh yes, oh Hallelujah, oh yes, oh Hallelujah. 站慢一點，不要有空間，讓我們全心愛慕神。Oh, oh yes, oh Hallelujah.Oh yes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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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 yes, oh, Hallelujah. 大家一起开声 Hallelujah, 赞美耶稣 Hallelujah.
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耶稣。放松嘅，你会发觉一种力量摇动你嘅。哦，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耶稣爱我。中人主耶稣啊，你一起去开声讲，主耶稣你真好啊，你好锡我的，哈哈哈哈，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你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亦都何等的大，你的爱是好大好大的，耶稣你的爱是好大，我不用担心，不用忧虑，我可以开心欢喜快乐，轻轻松松，开开心心，没有担子，没有烦恼。哦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啊，有你真好啊！哈利路亚！大家试下咧，叫哈利路亚。你叫个哈嘅时候咧，放松嘅，好似将啲重担叫晒出嚟咁样啊！嗱，有啲人叫咧，可能会觉得有喜乐嚟到噶啊！哈利路亚，你会觉得有啲开心噶，因为你啲重担叫出嚟啊！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放低，放低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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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咁松得咁松，成个人松晒，啊，有个心口。啊！喺个心松出嚟，你会觉得个成个人会舒服嘅。哦，哈利路亚！耶稣，你真好，你同耶稣讲，你真好啊！耶稣，你真好啊！耶稣，你真好啊！我欢喜你，哈哈哈！嗱，你叫出嚟咧，你会可能有喜乐流出嚟噶，哈利路亚！你叫出嚟，哈利路亚！喺里面咧可能会有喜乐叫出嚟，因为你将个心放松晒，哈利路亚！耶稣，耶稣啊，你真好，有神万事足啊，有耶稣万事足，我欢喜神，我欢喜神，我中意神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，主，我有这喜乐。哦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有爱 ，G chord， 我，哦，我有这喜乐。主耶稣赐给我，我有这喜乐。主耶稣赐给我，我有这喜乐。主耶稣赐给我，非世界所赐，非世界所能夺去。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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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松的人，耶稣你真好，耶稣你真好，耶稣你真好。嗱，你嘅身体上如果有边度唔舒服嘅，你将个手按喺个地方；如果你边度有唔舒服嘅，你将个手按喺个地方。哦，耶稣，哦，哈利路亚，
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啊 ，Rachel， 你同佢按呢度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嗱，放松成个人。耶稣，帮我哋放松成个人。耶稣，放松成个人。哦。你感觉身体摇动咧，圣灵个能力临在你身上啊！阿考验你过嚟帮我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！你帮我揸个麦啊，好嘛？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嚟放松成个人。哦，嗱，有啲人咧，你覺得好似有力量令到你想跌低啦，你唔好抗拒，但你又唔使令自己跌低喎，你真係覺得有種力量令你跌低，你放鬆。我曾經有一個人咧，佢好驚啊，好驚跌低，後來佢放鬆啦，一放鬆咧，神帶佢上天堂喎，上天堂成個鐘頭啊！耶穌幫我哋打開個心門，耶穌我需要你，耶穌我需要你，耶穌。整个人放松晒，耶稣啊，愿你嘅灵浇灌喺佢身上。哦，嗱，放低佢唔紧要。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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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系咪有啲喜乐啊？让神嘅喜乐充满你嘅心。哦，耶稣，哈利路亚。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！整个人放松晒，耶稣啊，我放低啲烦恼重担，耶稣，我放低啲重担烦恼，哈利路亚！神你真好啊！哦，耶稣。哈利路亚，你叫出来！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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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，哈利路亚，多谢耶稣，多谢耶稣。耶稣你真好啊！耶稣你真好啊！哈利亚，哈利亚，哈利亚，喺个心叫出嚟，哈利亚，哈利路亚，多谢耶稣，多谢天父，哈利亚，多谢天父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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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赞美耶稣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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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继续为佢祈祷啦，继续为佢祈祷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整个人放松晒。全个人放松晒神啊！你充满我哋，更新我哋，改变我哋，使用我哋。耶稣，嗱，你留意圣灵嗰个能力，叫你摇动咧，你就容许佢摇动，一路容许佢摇动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多谢天父，多谢主耶稣，主耶稣帮助我哋全心放松。你感觉到身体的摇动咧，都是圣灵嗰个临在带嚟嘅。你又越投入咧，就越轻松啦。你越投入就越轻松啦，越投入神的同在就越强烈喺你身上。耶稣帮助我哋打开心门，整个心灵打开。你发觉个摇动，你就放松自己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神你真好啊！耶稣你真好，耶稣你真好啊！主耶稣叫我哋全心倚靠你。哦。
耶稣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主耶稣医治我们的心灵，所有的忧伤，所有的伤害，一切都放手。耶稣，哦，释放我的脸，使我能记怀你。释放我的灵，使我能真你美。让重担卸下，使我能得释放。释放我的灵，来敬拜你。神啊，释放我们的灵，叫我们轻省平安。啊，因为想着耶稣在前面，耶稣啊，多谢你，多谢你祝福我们。我们全心爱耶稣，全心欢喜耶稣。神你真好啊，有神万事足，有耶稣万事足，神一定祝福我们的，神一定陪伴我们，神一定同我们一起。我们放开怀抱，整个心灵轻省。哦，来，你们边个如果身体有毛病的，你就举起手，你告诉我们听哪里，我们就为你那里祈祷啊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主啊，释放我们的灵，叫我们轻省喜乐平安。哦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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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耶稣喜爱笑嗨着我，哦哦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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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在他一生中，耶稣喜爱小孩将爱我，哦哦，主耶稣释放我们的灵，叫我们轻省平安。耶稣的爱医治我们，将我们的忧伤除去。哦，耶稣将所有的忧伤除去。主啊，你是爱着我们的。哦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同我们一起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哦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，赞美耶稣。
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释放我哋嘅灵，释放我哋嘅灵，叫我哋轻省平安，轻松平安喜乐。主耶稣，释放我哋嘅灵，释放我哋嘅灵，叫我哋轻省平安喜乐。哦，耶稣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耶稣你真好啊，主耶稣，我哋欢喜你，我哋中意你，我哋享受你，我们需要你，耶稣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依靠你，神啊，你真好，神真美好，主，神真美好，神真美好，神真美好，你对我真好，神真奇妙，哈利路亚，神真奇妙，哈利路亚，神真奇妙，你对我真好。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想所有啊嗰啲，除咗地下嗰啲啦，个个埋嚟呢度一齐吓。咁咧就我哋求圣灵更大嘅充满。有冇人需要医治嘅？你可以举手。如果唔系咧，你过嚟一齐。我哋反而想帮你圣灵充满啊，企过嚟呢度吓。想幫你更大被聖靈充滿，過嚟呢度啊，企埋呢度。哦，企埋啲啊，企埋啲。我哋一齊求主幫我哋被聖靈充滿。主耶穌，你幫助我哋全心愛耶穌。啊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投入地。啊。整個人好像飄去神那裡咁放鬆的人，哈利路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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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神啊，我們歡喜你，耶穌，我們歡喜你，耶穌，我們歡喜你。你發覺身體搖動呢？你發覺你的身體搖動，你放鬆的人，讓聖靈繼續搖動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觉得轻飘飘啊？圣灵嗰个临在喺你身上，倾倾过啲过嚟，倾过啲，倾过啲过嚟，倾过啲。你觉得轻松轻飘飘嘅，都系神嘅灵临在你身上。耶稣，整个人放松晒。耶稣。我哋全然嘅轻省，冇担子，冇烦恼，轻轻松松享受你。
神啊，我哋就享受你，嗱，你觉得个人平安轻省，你就享受神，多谢神，神啊，我哋享受你，我哋欢喜你，我哋多谢你，嗱，你觉得身体摇动，你由得佢摇动，哦，耶稣，耶稣。哈利路亚，神啊，叫我哋轻省，轻轻松松，好轻松，好开心，哈哈哈哈！我哋数下我哋有嘅恩典，唔好谂嗰啲冇嗰啲，你谂有嗰啲。神啊，我哋有好多恩典，我哋有衣有食，感谢神。我哋有神嘅爱，有神嘅拯救，我哋有救，有圣灵。我哋多谢神，我哋欢喜神，我哋欢喜神。神啊，我哋欢喜你，我哋享受你，我哋中意你，我哋欢喜你，整个心灵放松，啊，由头到脚放松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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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嗱，你越放松咧，就越觉得轻飘飘嘅。越舒服越平安，哈利路亚！你会觉得神的灵在你身上，好轻省，好平安，轻飘飘。神啊，有你真好啊！耶稣，有你真好啊！耶稣，有你真好啊！有神真好啊！有神真好啊！哦，耶稣，哦，耶稣，耶稣，哈利路亚。